你怎么知道我的色号的？哦，今天晚上不是只有敏辉姐和全全一起吃饭吗？难道还有外人？你不就是那个外人吗？那你换了四套衣服，不可能是为了我吧？你说呢？这倒不错，低调中透着格调，符合你的气质。 不过总觉得还缺了些什么东西。啊？你说他最近忙了这么久，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准备一个礼物？礼物？您好，请问你们店里有这个颜色的口红吗？有的，先生。麻烦给我10支。好的，好的。 爸爸呢？马上就能看到爸爸啦！哦，爸爸！儿子，我好像没迟到吧？没有，我来早了。Hardy 呢？怎么没来？他说我们一家三口吃饭，就不来打扰我们了。还说要好好谢我，就这种地方谢我呀？ 这个地方还不好吗？新总，一会儿上菜了，你就知道我有没有诚意了。娟娟，好吃的都点上。好。怎么样？现在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吧？一点点。你吃那么少，还一点点。 这是什么？自己看。这是你送给敏慧的礼物吗？我的诚意。哇！口红啊！你怎么知道我的色号的？ 妈咪全吃完了，明明是你全部吃光了。来，快吃。哎，儿子。